两拍就可以了，两拍就可以了。对。接下来是十六分音符的节拍，啊，你可以把它稍微写开一点，不要写那么密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哇，怎么长相差这么多？怎么长得差那么多？再一次。什么？洞口上的图案。哦，那个是它，那个是造型而已哦。请写上。这个哪里写错啊？那个第一个叉叉是不要的。那火火吗？我这是第一个，我看不要它。好，来，那请把第二个小节写上去。成功，答对，好，来下一格。那个萌萌，那写好哦。来，
会我就用棒棒消除记忆了。我们的记忆又不存在。成功！哎、欸，阿奈奈尾下摆，你们画漂亮一点。这个怎么那么畸形？这个怎么长那么奇怪？啊，下一个。请在大鼓的上面画一个 high hat， 打叉叉。好。会不会？什么马桶啊？这个马桶的观点吗？有没有成功？ Yeah. 有成功。好，然后呢？还有，来看一下哦。再来，我在 high hat 旁边再画一个这样子，变成八分音符的节拍。high hat 哦。会不会？三九三，四四四四。断掉了，好，会不会？断掉了。你确定断掉了？断。好，那你把它连起来。好，来贺，请画。来，弟弟，请把它画上去。弟弟。你确定真的是这样弯的吗？好，请你把它画上去。不要画太阳哦。你确定真的是这样吗？你要把它画上，你要把它画完整。画这样。走。Thank you.